一个野餐，公介和鸭子去县一个新朋友农夫。终于我们到了那里，鸭子说：“我们可以帮助您种蔬菜种子，作为交换。您能可以给我们一些蔬菜和水果吗？” 公介说：“可以。”农夫说：“您想和我们一起去野餐吗？”鸭子说：“是的，但是我先要喂我的动物。”农夫说：“我有一个主意，让我们来帮助您喂养动物。”公介说。 好吧，农夫说。然后他们去农场附近的一个地方野餐。后，他们听到大声的声音，吱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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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个人都尖叫着。 并感到害怕，然后他们跑去，碰到了被猎人伤害的大象。农夫迅速拨通了，所以来营救大象。幸运的是，大象可以拯救。 感谢农夫、公介和鸭子，他们都成为好朋友。谢谢大家，说大象。